平安，平安。只是请咱做阵开嘴出声来好好上帝。
主啊，你是我所尊重的上帝，我欢喜你做我的君王。在这个世间，无有任何一切会当甲主相比。咱搁一摆来唱这首诗歌。
话拍电话吼，教会回应的是，我通常拢会问伊一个问题：你最近过了好无？亲爱兄弟，请问您最近过了好无？风对倒位来？咱的心情啥人会知？而且，我要甲大家讲，耶稣伊拢知。伫这首歌伊讲着，当你孤单无伴的时，伊的话要充满，要安慰你；当你无路通行的时，伊要来做你的牧者；当你拄着艰难、受着委屈的时，伊会伫你的身边，予你依靠。请咱最近再来听这首诗歌。